看到我的巧克力的温度吗？哦，它这样才会漂亮哦，它才会是立体。哎呀，好，然后这一边，这样，好，里面哈、哦，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，就是我管没有关系，你里面什么鬼花纹都无所谓，但重点就是记得花纹跟花纹要连在一起。好，请不要就是点一点嘞，嘿，然后你这。你的不是你的那一点，我在里面这样听懂意思吧？这应该没有太大问题哈。那如果你们要照着他画也可以啊，但是本人不想哈，所以我就会就是类似这样。重点就是你的每一个地方，你都要把它，你都要让它是牵着的，这样有听懂吗？好，没有问题吧？这个，哦，这个应该没有太大问题哈。就是其实他，如果你真的不知道怎么去画这个纹路啊，你就你也可以照着它走，也没有关系。哦，就是反正就是这样。其实我知道，重点就是你的每一个都要牵住，好吧？好，然后这样就一直身体哈，来身体哈，就等你们下个礼拜。身体是等一下要让它飞哈，我们没有要让它平面的，知道吗？我要让它冷掉之后，我等一下会捏一个给你们看哈。我会做身体，要让它站起来哈，好不好？所以请记得你们的话，蝴蝶不要太细，知道哈？太细的话，你等一下一扯它就断了哦，好，一扯它就断了哈。好，然后爱心就一样的意思哈，爱心就一样的意思。啊，蝴蝶我会用白色，然后爱心就看你们，爱心要不要做随便拿哈，那个我怕来不及。好，那这个先去旁边，这个会。